面包车，我赢了。嗯，我看见了，奖励你连续给我做三天饭。连做三天饭也算奖励啊？不算吗？不算。老师啊，街上那么热闹，什么情况？哎，兄弟啊，说是有什么人体炸弹。现在绑着的那个是我媳妇，我现在就想知道琳达在哪儿。我要跟我警告你，不管你们什么实验，如果我媳妇有事儿，你们他妈都得死。